隔天在大河岸表演，有一首歌笑场都唱不完，这样子也能得却唱，而且还直接就不唱了。最好的东西一定要跟最好的朋友分享。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念好不好？可以申请那个金氏纪录。好 ，Miki， 这个他主持记比较容易。啊那个不要讲好了，为善不为人知。算了，你别讲关机的代志，当你关机的代志。没有，我们是捐，我们是捐给冠宇的妈妈，他们会帮我捐给慈济。昨天开了一张20000多的支票。啊，为善不为人知。海珍珠奶茶木瓜牛奶小龙汤包东山鸭头萝卜粉五八米花长包王子心灯真心讲，但是要关机的，迄啰。